大家好，我是莹莹，我跟我老妈要去我三姨家摘点菜。我们家园子虽然菜多哈，但是由于干旱呢，那个豆角不太结了，想吃一顿排骨炖豆角或者猪肉炖豆角什么的，豆角都不够用，所以就去我三姨家摘点。他家园子豆角还行。其实哈，我们东北农村就这点好，不管是谁家菜多哈，这个反正自己也吃不完，你去他家摘就行。不光是我三姨家，你就去邻邻居居家也是一样的。我们正往那儿走呢啊，这条路，这是我妈，我妈这小休闲装，穿的虽然是干活衣服，还挺好看的。虽然是干活衣服，那裤子都蹭上泥了，挺好看。小帽戴的挺有活力。今天下了一场大雨啊，那雨下的超级快，当时就水流成河了。那太阳出来的也快，不一会儿就晴天了。发现没有，我穿的衣服穿皮衣了。我其实我现在还冻腿呢，我穿的长裤冻腿。就是现在，我们现在什么季节呢？下一场雨凉一次，一场秋雨一场寒哈，得穿线裤了，就是俗称的秋裤。我没穿秋裤，那个腿啊就有点瑟瑟发抖。别说这天气出来走走哈，挺舒服的，因为凉快了，你怎么走它都不出汗。皮衣是为了挡风的，皮衣可多了，一般都是样子货，但是这件还算实用。能挡住肚子，别着凉。这步伐迈的，真跟不上啊，给我累够呛。我们农村随处可见的农用车，还有随处能听见的鸡鸭鹅狗叫的声音。你看这个路两旁哈，都是金色的稻田。这个稻穗啊刚刚发黄，不是发黄，刚刚变黄啊，因为秋天来了吧，它正在上籽粒的时候。蓝天金黄，还有绿树，还有我妈。我妈走太快了，我这小腿紧得倒啊，也没追上。人家身体好，再减减肥，然后那个走路再轻飘飘点，别个大长头发，不知道还以为小姑娘呢。大哥家要啥有啥，沙子还这么多，经常被偷，听说的。怪不得你家女儿生的多，就是养花养的多，绝对是生女儿。我就不喜欢花，我喜欢树和草。跟我山姨唠了一会儿嗑，唠家常，唠完之后上园里摘豆角了。我妈拿小袋儿，烧烤的。哎呀，那个鹅鸭不下了，鹅鸭不下了。你家这小花开的真好，打籽儿的，真好看啊！这花打籽儿的啊，打籽儿不用管它，明年还能出是吧？不的，哎呀，看这大蝴蝶。那个什么玩意儿，加不辣了，这都高。看这大蝴蝶挺好看，这金毛挺听话呀，哎呀，挺好的。哎，你家这豌豆角，这不是还能接半个多月呀，一个来月。啊，这花才开。这才下雨似的。这么大呢？真大，这是才油豆的。这是哪呢？这哪呢？真好。哎呀，嘀哩嘟噜的，这就跟那个土匪似的，一下看到东西了。刚接，就让你拔妹子给大扫荡。我们农村种豆角得种三茬，三姨说了，这个早豆角、中豆角、这晚豆角，这天凉了之后还得接，要不然它这个生长周期啊没那么长，接一段时间就没了，就罢园了。然后你就没东西吃了，所以就得种三茬。我家就属于种两茬那类型的。
豆角炖那个五花肉可好吃了，肉透透的。然后里头，哎，里面有，就得往里看。这个豆角哈，别看表面，你得往里看，往里看里面全是。你要看表面的话，就摘不几个。你看，这个摘豆角哈，你就蹲在那儿，别动它，往里头看，里面有。啊，再往里头看，往里面扒了看，小弯弯。这毛真听话啊，善解人意，对我好啊。金毛摘豆角啊，金毛。够了。来呀。跟我认识了吧，金毛。那个辣椒不敢吃，俺俩都敢吃，莹莹吃长疖子了。长个大火疖子，这家伙脸给我肿。长疖子，你说现在这年头哪还长疖子？我从小到大也没长过呀，第一次长啊。就是那段时间吃发乎东西，再加上累着了，累着上火了，又要吃点发乎东西。对，就是有火。你呀，这老高，我差点没认出来。有没有开心小孩就长大？这一过来我有点懵了，咋？好长得多好啊！我好几年没看着他了。白，他们多少上学去？这里边栽了一个豆角叶子，我刚刚看到我外甥了，我外甥光个小膀子，我就没让他出镜啊。这我好几年没看着他了，一下子不认识了。不是不认识，因为他长得像我姐，又像我姐夫，好几年没见了，一下长成大人了，我就懵了，知道吧？这真的是好像上一次看还是小孩呢，然后时隔几年没看着，就一下大了点，不是特别容易接受的这种感觉。大外甥，外甥可多了，因为我妈他们姊妹多嘛，我外婆生了九个女儿，这九个女儿家都生孩子了，这孩子就是结婚又生孩子了，所以说都好几辈儿了，这家里亲戚可多了。进屋吧，山姨。金毛，拜拜，金毛，大金毛。啊，进屋吧。大金毛舍不得了。接了，拜拜，拜拜，大金毛，下次来看你啊。送的，那像人似的。金毛好看，还挺可爱的。你看这小羊，你看这羊吃草了，真可爱。小羊吃妈妈的奶，把前腿蹲下了。啊，慢慢吃去吧。我们这羊天天吃野草。豆角弄好了，下锅了，还有排骨。晚上排骨炖豆角。看看香喷喷的排骨炖豆角出锅了，热气腾腾的，这是东北的大油豆。我家盘子不好看啊，比我年纪还大的盘子，下面是这个笨猪的骨头，这边是自家的园子里的番茄。